然后它的袖子很漂亮，是这种做这种长叉的，然后有一个扣子可以扣起的。它这件长版的那个衬衫，它摸起来有点，就是外面感觉有点磨毛的感觉，很舒服。然后有两色，另外一色是比较嫩黄色，然后这件是白色，很可爱哎、欸。它这个有点蜜桃绒的材质，对对对，蜜桃绒，可是它完全不会刺，因为我现在里面没有穿别的那个内搭，我现在在这边袖口这边都不会刺。因为蜜桃大家应该比较担心，它其实有点像衬衫布料，可外面有摸毛而已，就是很舒服的，然后袖子很漂亮，它也超好看的，对，像这样搭也很好看，有点嫩黄，就是黄黄，然后配白色背心，很好看嘞、欸，这样超美，这件超这样超好看的，然后像衬衫那件是比较挺的，外套很好看，懂搭，真的，一整套有够好看，只露出一点点也蛮性感的，对，就是稍哎、欸、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耶，对，白色我觉得，因为它是比较有厚度的蜜桃绒材质，我里面现在穿军绿色的小可爱，好像是没有透出来。